我从来不知道台中这么热，因为我从台北来，我穿的这么厚，然后里面穿了个内衣，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脱，想脱又不能脱，因为里面是内衣，很热。台中太热了，下一首歌叫做《台中好热大冒险》。你们太热，对，你们的热情太热了，台中的热情太热了。下一首歌，台中的热情太热了，来了。嘘，我要思考，我要什么旋律？闭嘴啊！今天早上大家都有跑步吗？因为那边比较多，那边好多人，那边搞。对啊，为什么那边那么多人？那边怎样？宇宙人在这还是怎样？等一下，再忍耐一下，再忍那个50分钟，就要宇宙人了。我们才唱10分钟啊！我总觉得好久啊。我们有新的 MV 要上线，哎，不是17号吗？礼拜二。就是如果你有加我们的粉丝团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的 MV， 就是一个很帅的 MV。到时候就是来看一下，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下一首歌叫做《死亡躲避球》，为什么叫《死亡躲避球》呢？因为我国小是躲避球校队的，那我长大之后也很想打躲避球，所以就写这首歌，希望大家长大之后也可以打躲避球，谢谢。